哎，我要嘘嘘。那边有厕所。哎，老哥说厕所上面的英文字长的是男生，短的是女生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哦。我带你去吧。你自己量量看吧啊。哦。 那就这边喽。哦。你男的进去了呀！来来来来来，知道谁在里边呢？本拿拿喽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上厕所啊？这里是女厕所，哎，我报警抓你哦！我是同性恋。同性恋，同性恋就可以上女厕所？滚！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了！ 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从小到大男厕所、女厕所都照上，从来没人说过我。别那么小气嘛，男的女的还不都一样？哼，什么一样啊？男厕所里有小便池，这里没有啊？少骗我，男厕所有小便池？死娘娘腔，你还装蒜？男厕所里面会没有小便池？真的没有吗？四象。好，你跟我来。进来。你看看这什么？哎，真的，怎么一座一座的？ 哎，你刚跑到女厕所去，说不知道什么叫小便池，所以我带他来看看小便池长得是什么样子。你们告诉他好了。我先撒泡尿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我看呢，你干脆教我们怎么尿尿吧。我看他是来偷看的。你给我等着瞧。看什么看？哎，快走快走！嘿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早啊。 哎，你嘘嘘完了？好舒畅啊！你没事吧？给人家踢了。踢哪里啊？干嘛告诉你啊？是不是这里啊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瞎猜的。八个眼喽！大白鲨来了，快去做事。 现在大白鲨在女厕所相不相信我能叫那傻瓜进去？不信，他不信。我给你赌，如果他在里面超过15秒呢，我就二赔一；超过30秒呢，我就一赔一；超过45秒呢，我就一赔二；如果超过1分钟，我就一赔四。一赔四。哎，如果他没事出来的话呢，我就一赔100。啊！哎，天啊！哎，天啊！嗯，做什么？哎，感冒没卫生纸，快点帮我去刚才那个厕所拿。我刚才进去以后才发现，那是女厕所哎。 我知道全公司都没卫生纸，只有女厕所有，这时没有办法的事，你赶快去拿。真的要去啊？哎，你老哥不是叫你全听我的？哦，快去。没问题。快点快点，15秒。15秒。我这边上1分钟100啊。10秒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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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儿子安全无事，十块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上厕所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女厕所？小心我报警抓你呀！我是同性恋。你知不知道我一年当中打死150个假扮同性恋到女厕所揩油的色狼啊？喂，不要玩了啦，快起来了啦！不会是真的，这么快就死了？心脏都停了，死了！这下真的死了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你自己跑进来用头撞墙的。我会替你超度，多少点纸钱给你，你可不要回来找我，千万别回来找我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不行，我要保持镇定，我要保持冷静。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杀了人。干什么？你没看到里面有人呐？什么人呐？你说什么人呐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人。没人，没。
没看到里面有人呢？没有啊。哦，没什么事发生啊。我嘘嘘的好舒畅。哦，里面也没有卫生纸嘞。那这一张呢？我马桶里捞起来的。放心，我烘干了。嗯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赔钱赔钱赔钱！你赌多少啊？自己看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变一千了？本来就一千呢。这不可能啊！哎，不要赖账啊！钱拿出来赔钱呢！你不要乱摸我发言啊！钱出来了。